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俄罗斯花，那个手都跟来主，一出来来敬拜俄罗伊。那每一人准备咱每一人的心，咱一人爱来俄罗斯主，那只是咱教徒，咱个主，咱来祈祷，咱教徒今仔载去在伊手中。哈利路亚！那每一人拢捧起咱个酒，用咱的心来祈祷，跟咱个主，叫伊来看顾咱，起来点声。开始甲结束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我亲爱上帝主啊，我爱俄罗斯的名，主啊，因为你名是配得俄罗斯，配得敬拜，配得称颂的名，主啊，我爱将在起的主回交到你手中，主啊，叫你来掌管，叫你来引导，叫你来带领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人，每一会众，每一兄弟姊妹，每一安弟安哥，拢交到主啊你手中。求你来看顾，求你看望每一只道路的时，主啊，你给我同在行，主啊，感谢俄罗斯，主啊，将我今日下每一个侍奉人交到你手中，主啊，将我带领、伴唱、音乐的，拢交到你手中，主啊，我们敬拜团，给我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俄罗斯，主啊，我将在起开始的结束完全交托，成为将我牧师还是交托牧师的手中，成为主的回应了。予伊下国家来侍奉你时，有灵力、有健康的身体，感谢俄罗斯。将以下点声完全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所祈求的 ，Amen。感谢主，咱每一个人好不好？咱会徛，咱就徛起来，咱来俄罗斯耶稣，咱来感谢伊，因为伊带咱行每一节的道路，伊从保守咱的脚步来交到咱的面头前。感谢俄罗斯，哈利路亚。我来拍手给他。我被俄罗斯压缩，啊不对，我被夹不着。
己，所以阮行过这些的路无好行，四围拢有危险。但是主啊，你给阮帮助，主啊，阮知影，你就是阮全地的主。哦，主啊，你是阮个人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你是阮国家的主。哦，我爱交托，我爱一切都你手中。哈利路亚，我感谢你，咱爱全心全意来我服侍。主，你会予咱平安。主知影咱我可以，你会带咱行每一件的路事，你必会甲咱同在。感谢伊，阿罗伊，哈利路亚。Yeah.
上阿来敬拜咱的主，也去咱的心，也去咱的手，开去咱的嘴，咱来出声，咱来阿罗伊，咱来敬拜伊。哦，因为伊是有权柄、有能力的上帝，伊是主爱满满、永远无改变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是主阿罗哩名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。哦，主啊，怎样来到你面头前？主啊，爱要来创我啦，主爱来锻炼我啦，主爱教导我啦，安怎来敬拜你？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我的主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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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的主。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神灵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敬拜你，用生命。
路亚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单单来给你拜礼。哦，谢大大的神的喜悦。哦，主啊，我爱天上的娘，托付的娘。哦，主啊，好你名归你恩呀，好你名看到恩呀，哦，好你名好人转世界转地，人拢来看到你恩呀，哈利路亚。哦，主啊，来掌管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是啊，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天上帝，主啊，你知影我只是会看苦，只是会惊吓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主我知影你掌管一切，所以我单单来仰望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哈利路亚！哦，主啊，你拿起你管大力的手，哦，主啊，来刷走一切的病痛，哦，主啊，把这病痛来消灭去，哦，无搁存在在地上。主啊，我来仰望是靠主的力量，哈利路亚！我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感谢阿罗主，哦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是的，那那神的那奇迹，哦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不知道，好我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，来阿罗你，来交托一切给你。主啊，愿你来欢喜接纳我人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我感谢阿罗主。主啊，这是我将以下点声交托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愿你圣灵不知道，运行在我每一人的心顶，运行在这个圣所中。主啊，愿你话语来激励我人，来帮助我人。哦，主啊，好我亲身的来知影。主啊，你是我人的一位。真够正的神，哦，你是安尼活着，这个世上，这个天上看了我人的上帝，主啊，我感谢阿罗哩，我将伊下点啥交托，将你话语也是交托，将我人的牧师交给你手中，上帝主，你该担在，祝福伊生命，引出伊头前道路，主啊，我感谢阿罗哩，哦，主啊，伊话语讲出来，哦，是充满了主啊的灵力，我感谢你。将以下点声交托，奉主耶稣你的圣名名为所祈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将以下点声交托服事。咱将咱的拍手归给咱的上帝。阿弟兄们早安，甲你边仔人讲真欢喜看到你。因为张秘书呢，你下到这边就是讲讲哈，你无哈这个白听影响到你哈，感谢主，好你健康，好你有这个哈生命气息，搁一道的都转来主的圣殿来敬拜伊。OK， 所以今日早起哈。啊，咱搁一道个要来看主个话句，啊，接到主个话句来哈，帮助咱人来提醒咱人个生命，咱个人生。OK， 所以今仔日呢，哈，咱阿要讲到是生命个中心。OK， 所以咱人知影讲到哈，啥物是生命啦，哈？啊，是中心哩，哈！咱人要来看，哈，你是中心。OK， 咱今日来看生命的中心，咱人白白来看《民数记》第二章第一节起到第二节这边哈。哎，啊，一来，啊，看到这边哈，圣经教人讲，耶和华甲摩西、亚伦讲。然后以色列人要达达人归家己的刀下哈，到本族的耻好基那边哈，啊，对了，回报的思维暗影 ，OK 哈，可能啊啦，达达人看见哪只圣经节，干啦，一节讲到头一句讲啥物物件，第二节唔知讲啥物啦哈 ，OK， 了，今仔啦先拜拜阿头几多。吃八天白出家的茶，希望佮一道感谢，因为主个人知影，你话古甲我人讲，烦恼三个人，奉你的名聚集，主啊，你就是道个人的中间，所以主今日个人发愿，主你家己道个人的生命条来演讲，来做工，来讲话，因为主个人拢是生这个肉体。
所以主啊，我人需要主的圣灵来到我人的心，来到我人生命的那边来帮助我人，让我人会看到，让我人会知影你的恩宠大念。所以主今日早起祈求你开我人的属灵的目睭，让我人会看到，虾米是到我人的生命中第一重要的，虾米是我人的人生的重心。所以主今日早起将以下的点声完全交托，将所有兄弟姊妹我家己交托到主你的身手。愿主的圣灵的恩膏继续的作工到每一个人的身体。我来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门。OK， 啊来看哈，圣经这边教咱人讲教的，就是哈啊，达哈一，这里咱人来看这里图个影啦哈啊啊，看到讲教哈，古约圣经啊。有中央的，你看到上个有烟起来的，看到甲大埔的烟，啊，咧就是哈，古早的回报 ，OK 啊，回报就是啊，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所在，上帝特别吩咐阿伦甲摩西一人哈，啊，来建造这个回报，所以呢哈，咱来看到大个回报呢，干呐？啊，你看到阁有礼拜对哦，所以迄礼拜呢吼，啊，干那礼拜那边的人，干那是七数一人，佮会使多那边侍奉啊，迄个利未人啊，七数一人，佮会使多那边侍奉。所以呢吼，说咱阿知影讲到摩西超出迄个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，所以呢吼，咱阿看到以色列百姓呢是。啊，这个雅各的后代，所以啊，雅各呢有十二个囝，十二个后生，所以呢，十二个后生呢，吼，过了，咱看到四百三十年以后，哦，伊人的人数就愈来愈加添，所以愈来愈多人，所以呢，吼，伊人就对了，伊人阿伦啊，不，这雅各的这个后代，每一个囝。诶，后代呢，就是做这个啊，这个上加这个哈啊啊，这个刀诶啊，这个机都一人会下海。所以呢，吼，咱人看到有十几个，所以就分一人到十几步去一边哈啊。所以啊，十几步的人呢，是围了到落呢。咱看到十几步就加迄个迄个，唔是人啦哈，迄个长。帐幕啊哈啊，盖嘛嘞啊，灯啊，所以你看到你灯的那边有几啊？你看你灯的那边，噶那是嘞人噶啦，那个人噶那是多多咯？啊？看图看广告书的？啊？那个人噶那十几嘞纸牌噶那是多多咯？我靠了！啊！东南西北，噶了有对哦。啊，东西南北，噶了有。意思是，伊人噶了迄个哈，以色列一边接，伊人特别为了一个回报，所以呢，回报是多多咯。啊，多重嗯对哦，中心啊啊，中心，所以。咱人看到讲教吼，上帝到这边叫以色列吩咐以色列人讲教，伊人就要将这个回报放到伊人的生命的中心中间。OK， 所以这个回报那是啥物物件呢？回报就是仪表上帝的同在的所在。OK， 上帝的同在。所以呢，意思是讲到啊，四位的以色列人为了这个回报，伊人特别哈咪尊上帝做主做王，合主来掌管伊人的生命，合主这样生命的中心。啊，是啦啦，看到今仔日哈啊，一类人，啊，来看今仔日的世界。OK， 今日的世界
人的中心到哪里呢？啊，咱人人的中心是到哪里？今日咱看世界，那是咱看国，啊，这个不是干阿今阿日的时代呢。咱对古早的时代到甲今阿日，咱看到讲讲吼，不管虾米民族。啊！咱人看到倒一人成立这个国的点声，咱人看到伊人就是以伊人的国为中心，所以咱人看到讲到哈，上个真啊干哈，咱人看到讲每一个国，伊人都感觉讲到，伊人到这个地球的头顶，伊人到这个世界的头顶。伊人就是世界的中心，到底世界的中心，因为用古早的点声，咱人看到啊，无地图个嘛，对哦，啊，所以达达的国家，啊，伊人有个啊，伊人画伊人的所在的迄个地图，所以到样所在的地图，啊，想看中国的所在，啊，伊人古早路看那是秦国。伊也是要去拍巴黎国，伊个画个地图，啊，所以伊单独用哈，那个 OK， 啊，京样个京都就到了，伊就是画迄边对广告，伊人迄个所在就是中心 ，OK， 所以今仔日咱人国家马来西亚个中心是到倒落咧？如果讲马来西亚，咱人看咱人个。啊，国家，如果讲咱马来西亚的中心是在倒咯？瓜拉隆坡啦，对哦，因为是伊拉人的首都嘛，对哦，所以就是伊拉人国家，伊就是伊拉人的中心。但是你拉人真实来看，因为伊拉人看到倒咧民族，到倒咧国，啊，看到国家古早的点声。伊人当着讲到，我就到这世界的中心呢，我就是世界的王，对，啊，伊人要做，那所以咱人看到讲到，伊人对伊咱的所在发展去拍别个所在，但是你咱人正式来看，到这个地球，咱在地球是世界的，对。地球三角的啊，哈哈哈！啊，古早的人是讲地球是四角啦，哈。啊，是啊，今日科学甲咱讲神经，甲只古早们甲咱人讲地球是圆的，所以呢，是讲个地球是圆。如果搞哈，啊，到了所在个是中心呢？无一，你若是凊彩你点着个所在，啥这是圆的？你凊彩点这边，这边就是中心啊，对哦。你若是点这边，这不是中心啊，对哦。你若是凊彩点这边，这不是中心吗？对哦。所以，咱讲到个地球，啊，你无讲到我到倒落，我就是中心。但是，咱人看到。国甲国之间，俺看到国教，伊人当着要国教，我就是中心。但是，俺人看到国教后来对伊人哈，就搞做生意啦，去行海啦，啊，尤其是古早样行海啊，去拍战啊，还没搞了啊。所以对伊人来国教哈，啊，你。用画的迄个图对伊人来讲教，对伊人无帮助，所以咱人看到讲教，教到184年，啊，看到讲教有20几个国家，意思就是迄古早迄个较强的迄个国家 ，OK， 20几个国家，伊人到这里英国的迄个所在，伊人来开一个大会。所以开一个大会，伊人要来决定讲到啊，世界的中心到底是倒落个所在？
所以咱人看到高高价位，咱看到高高路来是看地图，一旦就有啥物，迄个金线啦、啊、车道啦、啊、尾线啦、啊，啊有迄个云啊，啊有啊有空啊，所以空的所在是多多路呢，就是咱人看到价位要开回来，要决定，就是到这里个人位置迄个所在。那边所在，你对研究地球嘛？那边就是空 ，OK？ 对空了，十啊，二十、三十啊，所以咱人看到高高，到一1840年的点声，咱人看到高高，地球开始毛鲁加有用哈，不是是人设定出来高高。有迄个进线，迄个尾线，有迄个车道，有迄、那个哈啊河北出来了，所以哈、啊，但是今仔日啊，一人，咱人看到因为地理 ，OK， 古早1840年已经决定了广告啊啊，这个啊个人位置的所在呢。是成为迄个死地球的中心了，但是地理来讲够，达达来讲无迄个机会啊。所以做虾米呢？啊，看到世界今仔日是虾米呢？是讲够，我是啊经济的中心。如果个经济中心是在倒落咧？啊？如果亚洲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倒落咧，看了我唔知。啊，人讲到哈，讲到经济中心，啊，无就讲到哦，我请袂到经济的中心，我就讲到我就是文化的中心，文化中心在倒落咧。啊，讲到哦。啊，所以咱人讲教吼，你讲巴黎，巴黎就是虾米人讲教虾米啊，艺术的天啊啊，这里文化啊，如果教我给香港就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，OK 啊，如果到美国有金融的中心，所以咱人看到讲教都在世界的那边，到你讲教我是虾米中心的中心。意思是虾米呢？意思讲到我是第一关呢，对、哦，我是第一重要的，我是第一厉害的。你讲到马来西亚就是金融中心吗？无人讲。如果马来西亚是文化中心吗？无人讲。如果到马来西亚是教育中心吗？无人讲。意思是讲到你就是各种不对、哦。但是你如果教 OK， 哇啊！如果教对亚洲来讲，香港也是金融中心，今日咱来讲一部啊，差不多要倒啦。但是金融中心来讲教，咱看到讲教，大家人看到讲，香港是今年繁荣、今年进步、今年成功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大家人啊，看到大家世界。伊也要讲到，我就是世界的中心。所以古早的是，咱人看到讲到阿苏国兴起的中心，伊讲到我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巴比伦兴起的中心，伊讲到我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古呢？罗马兴起是讲到我就是世界的中心。啊，是啊，人看到广告，哈，真实来广告，哈，咪是中心。接下来，咱人看到除了人看家己，哈，国之国甲国之间看到广告，伊是中心。人家己，咱人看人到咱这世界的内面有真啊济的物件，对、哦。但是世界的人民物件有真啊多，咱人会去做诶。但是咱人做诶，咱人看，虾米是较重要？虾米是中心？虾米是中心？
所以一嚟你看，当然看到人呢，啊，前面刚才，当然人呢就是以虾米家己做中心，人家己有家己的中心，所以当人看家己做中心的点啥时，一看物件就是真啊一，一看物件就是真啊自私的。因为什么事呢？伊敢若看到我爱的物件，我爱的物件，你不应该就要给我。所以咱看到讲到这个自我中心的人，哈，伊会感觉讲到这个世界，大大人就是特别来服侍伊的。伊会感觉讲到这个世界的内面。达达人特别啊，班长伊特别供应伊的需要的，这叫自我中心。因为伊感觉讲到我第一重要，我就是这世界的中心。所以咱人看到讲到，真个知道在这世界的内面，都迄个人，伊人感觉讲，你特别在，你特别哈。了解，你就要供应我的需要的点上。咱看到讲到，伊会做到真啊济伤害到边仔的人，伊伤害到边仔的人，甚至伊伤害到伊家己。啊，因为伊做咩事呢？伊就会感觉讲，我看这个是较重要，但是呢，人袂会好伊。因为人无看到这是重要，阿爸呢，伊感觉家己真啊可怜，伊会感觉讲，感觉什么事，家己安尼坐的问题，感觉家己什么事，人未了解伊，然后说身边无人会帮衬伊，伊慢慢，伊对这个世界，伊就无有了任何的热情。伊对这个世界就无有迄个积极，伊对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啊，迄、那个看啊，迄、那个会啊，感觉讲世界是伊有一部分的。所以当人啊看到人，哈、啊，伊家己为中心的点上，人看到讲讲，真啊，这物件就是灭的真件。因为人伊家己哈、啊、爱的，人有遮济物件，因为咱人伊虾米物件为中心真啊重要，所以咱人来看，啊，为家己中心的人是虾米款的人呢？就是啥尽管三十条第十五节这边甲咱人讲的，然后五忌啊。那这下面是五忌哦，五忌有哪里惊？常常讲好啊好啊，那个五忌你看到伊那是，哈、啊，我对他去变那许个点声是，你看到五忌的，哈、啊，一出来伊那是安尼白白白是闪是闪的，但是一调到你的身躯的点声是。咱看到狗狗，伊慢慢缩入去，缩入去，伊会虾米哩？伊毋是讲狗，我瘦了，我食安尼济，我搞了会入去，但是无，伊是食一缩入去了，伊变做虾米？哈？肥，对哦。如果是无把伊出来，伊会就瘦，就变做就肥，就大只。所以我见伊讲狗，好啊，好啊。所以，你若是要看嗰三项，你唔未哈三项唔在接的哈啊，你去看尽管接，你去甲你讲，佮有讲到哈无啊，如果无教的有四项。所以，咱人看到人啊，人的生命，常常感觉家己是第一重要的，感觉家己啊，人而谈着特别来。啊，服侍伊，这是咱人看到人的主观。
啊是啦，来看，一个再另外，咱啊来是看这个属灵世界的中心，永远的世界的中心，还没有个是永恒的世界的中心呢。所以，当咱啊看到讲到，上帝吩咐亚伦跟摩西。伊叫伊色列人为了死为食了，迄个回报，做迄个回报。古早我有到草根班，有教兄弟姊妹回报仪表，虾米物件呢？仪表耶稣基督，是毋是可以记哦？仪表耶稣基督，咱看到讲到。那是咱人来看，这个圣经查一家人人讲教咪，哈咪是大陆生命，你会被放到中心的呢？大陆生命那边，你感觉这个啊是第一重要的呢？咱人到那真生的那边，咱人每一个人人人怎样？做一个父母的，伊的中心是到大陆，到大陆，到伊的家庭。咱看做爸爸的，伊中心就到了，到伊工作。今仔日囡仔伊中心就到了，电话。所以今仔日咱人看到讲到，咱人的人生的那边有真啊一个中心，所以今仔日你的中心是到到了，你爱的是到到了。你感觉第一重要的是啥路？你感觉重要的是哈咪物件？所以咱看到广告，哈、啊，咱人要到这个属灵，噶是永远的世界的那边，你的重心是咩？集中到哪路？咱看到广告，但马人的回报跟人讲，以耶稣基督为重心。安怎讲到以耶稣为中心呢？有一个啊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是我读到啊，我看到的一个文章啦哈。啊，就是有一个老人长辈啦哈，这伊就拄到哈，伊就拄到讲到伊古早细汉看到的一个啊囡仔，所以看到这囡仔到教会点声的时呢，伊就问讲到哦。你古早甲你第好个咧朋友，啊啊！你今日第好个朋友今仔日，伊啊，佮啊，伊是安怎了？伊佮伊属灵个生命安怎？所以这个人咧就甲伊讲，伊讲哦，伊佮是有去教会啦，但是呢，伊有时去，伊有时无去，因为。伊的生命的中心无到耶稣的那边，所以这个哈长辈伊就看看这少年人哦，未歹本啊，但是唔在一边逼，阿咪是以耶稣为中心哦，所以就甲伊讲到，伊就问伊个一道，伊讲你安怎去判定？讲到你的这个细汉白白起来的朋友，伊无以耶稣为中心呢？伊有去教会啊？怎么是伊无以耶稣为中心呢？伊个接落来伊讲哦，因为伊做的物件，伊无对了上帝。爱的物件来做，因为是做伊爱的物件，伊欢喜的物件。因为怎么说呢？伊交一个查某朋友，伊查某朋友无信主的，这是上帝无属格的，但是伊属格，伊欢喜，伊爱。所以讲到，伊干阿是虾米呢？伊干阿是属格伊爱的物件，伊唔是做上帝爱的物件，所以
伊毋是以耶稣为中心，对毋对？对，这个人就感觉，哎，佫袂歹啦，哈，这个少年人讲了佫是哈头头是道啦，啊，佫讲个真对，所以咱人看到讲到，到咱的人生的内面，哈，咱人有真啊济的物件，真是咱只世界对，啊，但是咱到这个内面，只济的物件的内面，哈，咪是第一重心。哈，咪是第一重要。耶稣是不是你生命中第一重要的呢？所以，咱人看到讲到这边，哈，好，咱看到的就是，咱人要以耶稣为中心。所以，咱看到保罗到腓立比书第一条、第一节起个啊，第一节啊，第一条二十一节这边，伊甲咱人讲，咱看到保罗。保罗的生命，伊讲到我活条是几多？我活条是几多？咱看到个到，当哈保罗的生命的内面，伊的中心是几多？伊的中心是几多？所以伊把你甲伊讲到，伊看这个世间的物件，甲了拢是上个西的呢，拢是无用的，拢是无重要的。因为伊的生命的中心是几多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意思的是甲你讲到，伊每一项要做的物件，伊头一项想到的是啥物？要耶稣欢喜，伊每只下伊要行出来个，伊为虾米？伊为耶稣欢喜。所以咱看到讲到保罗，伊敢讲一句话，家己牧师傅唔敢讲啦，我话掉是为基督啦。因保罗伊敢讲哈，因我话掉就是基督。因为咱人看到个狗，伊为耶稣基督以哈密望的方式，伊为耶稣基督以浪哈密般的牺牲，所以这就是保罗。所以保罗到这腓立比书第一条，啊，二十一节这边教咱人个狗，以活条的中心。是自己以活条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。第二个就是哪人看到讲到，你的中心是多多，你那是用耶稣是你的中心，对。圣经真啊济个所在，不管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，佮甲咱讲啊，话咩哩？讲到耶稣就是教会个头，教会个头。所以咱人看耶稣个时代、耶稣个时期，啊，还袂有教会人哈、啊。但是你咱人看到讲到耶稣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伊讲到话咩？啊？大家搬石顶建立教会，阴间的官兵未赢过伊。咱看到耶稣，伊注重的是啥物？用教会。伊讲伊是教会的头，那是伊的身体。耶稣是毋是？因假如讲教，哦，你是阁无教会个，啊，无要紧啊，我过来看，啊，无教会吗？说说去咯。当女人有教会点声时，女人家特别哈看重教会，教以教会为中心，也是咱人看到讲到，到以色列人，伊人就掠去巴比伦以后，咱看到回报啊，这个圣殿已经是毁灭，所以哇，用讲到好势啦，无圣殿啊，就免惊咯，免遵守圣殿的物件啦，免说啊。根本就是上帝尊的嘛，
对啊，上帝主呢，没有神殿了，无有神殿了，所敬拜个啦，会使停止了。在咱看到讲到今日教会，因为这个COVID-19这新冠型的病，咱看到讲到，因为开始教哈，个啦就会规个城，个啦就会砍，规个国家，个啦就会砍啊，对哦。所以个人个袂使去教会嘛，哈，你袂去教会，政府要无准你去嘛，对哦。啊，所以咱讲到讲到哦，根本就无教会，遐嘛就免去教会，根本上帝啊啊无啊，好一个病发生啊，啊，何人袂去教会？所以今日咱讲到哦，会使到处啊，到处要敬拜，到处要俄罗斯，到处咱会上网来看，所以教会无够重要了。所以今日咱看到讲到啊。我看到讲，因为这个病带来的灾情，所以人讲讲哦，免去教会。那是巴以色列人要着掠去巴比伦，我看到讲讲，伊人国家无了无这个圣殿了，所以就变敬拜啊，到啊今仔日人看以色列本无圣殿。但是咱人看到讲讲，伊人到巴比伦的所在，伊人开始。会堂，今日咱无到圣殿，但是咱有教会。所以咱看到讲，到底要到巴比伦的所在点声？咱看到讲，伊人那是迄个所在有十个犹太人，伊人就开始一个会堂来做咩？来学习主的话语，来敬拜上帝。所以，让自然看到广告，让生命当作被以教会为中心。所以，咱看到耶稣的时代，伊每一道安息日，每一个拜六，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拜六开始哈。所以，咱看到广告，要达到嘞拜六啊。耶稣一去到每一个所在，你看到圣经真啊济个所在，耶稣行神迹奇事，耶稣啊做真济个物件，加拉达达罗都会的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这边，咱来看到圣经加拉讲，耶稣到了达罗加百农，哎，伊讲到耶稣就。去安息日，去哪里？去会堂，加多人。耶稣一谈到去会堂，伊凡是安息日，咱看到伊去哪里的所在，伊就是去会堂。因为咱看到讲到，彼时耶稣的时代。啊！看到去每一个所在有犹太人的所在，就是有会堂，所以就是去会堂迄个所在来教导人。如果是看保罗宣教的所在，伊去到伊哈，你看到一个头，伊甲你讲，保罗去迄边所在的会堂，然后。然后呢，伊就讲到去宣扬福音，所以咱看到讲到，甚至保罗的生命，伊去到哈密所在，伊去宣教，咱看到有会堂的所在，伊就是到那边开始来去报道传教，所以咱看到讲到耶稣的生命，伊就是。以会堂做中心，今日呢是讲到耶稣，啊，是教啊，是教会的头，啊，人是唔是国家特别以教会为中心呢？啊，人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这边伊甲人讲到虾米？伊讲你若未使停止聚会。伊即边是甲你讲讲，
哈，你唔无通惊诶，你通钓到未？未使停止聚会，你通钓到未？以教会为中心，唔是靠教会，我会有时去，有时无去，唔是。啊！看到教教以教会为中心，所以咱人看到希伯来册这边清楚教咱人讲，伊讲哈，女人未使停止聚会。所以咱人看到教会应该是啥物基督徒的中心。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，刚才我们讲到世界的中心嘛，所以有一个，有一班的那个，中国的那个政府人，他们长，他们厅长，跟了人，所有的厅长就在那边，因为我在中国嘛，中国就是我中的世界的中心嘛，所以咱看到讲到这里，噶了会听长噶了哈，这里官级的这官啊官噶了哈，所以要到那边来哈讲到哦，他们是中心的中心，所以那个官经济啊哈，官财币的哈，政府的财币哈，咱那个马来西亚不有哈咪。不财政部长啊，对哈，所以啊，我看到讲到这财政部长哦，这个到中国的啦哈，伊个姓李的，就是李处长，所以伊做财政部长的，所以伊就讲到哦，还没是哈，伊讲到我处理哈，这里我管这财币的，所以讲到到这个时间的内面呢哈。伊讲教呢，美国，美国诶，即个曼哈即个曼哈顿啊，纽约纽约诶，曼哈顿诶，迄个所在，伊讲教，迄个所在就是金融中心。然后，佮接落去另外诶天长，伊讲教哦。伊有金融中心，啊！这世界伊看到虾米所在是金融中心，所以这里教育，教育的部长，教育的部长伊问讲到，哦，世界唔是干那有金融中心，因为世界不有教育的中心，伊讲因为呢，到英国的这里所在，伊讲英国啊有虾米？牛津大学啦，剑桥大学啦，这是世界的出名的大学，所以伊讲到英国是教育的中心。还有一个高文化的啦，文化的部长 ，OK， 所以这个文化的部长呢，伊就是姓张的。所以看看一个教哦，世界有经济的中心，世界有这个教育的中心。伊讲世界不有文化的中心。伊讲教啥物呢？伊讲奥地利的维也纳就是音乐的中心。啊，我直接要学音乐的去哈，在奥地利的所在来去学。还讲教咩呢？你话是要学，还讲画图的呢？伊讲教就是巴黎，巴黎就是世界画图的中心。所以啊，接落来另外个一个哈，中国较有个啦哈，改法的迄个处长啦哈，伊要看看，噶啦人讲教，噶啦有重心嘛吼，教育教育才比文化文化有噶啦伊重心嘛吼，伊是改化的啊，所以就讲教虾米，伊讲教，我的世界的重心是我的亲爱的囝，
伊讲我的亲爱的囝，伊有一道西藏的所在做工，所以囝甲伊的婆到另外一人的家乡的所在，所以佫讲，哈，我的中心，哈，我看的这世界的中心就是我的囝住倒落，迄个所在就是我的中心。因为伊在阿遐嘛，所以啊，看到讲讲，伊接落去佫讲阿咪，伊讲我的囝，哈，伊慢慢大汉起来了，我离开家乡，安尼久，逐天做工，安尼久，伊本真牛，本考到大学去，所以去到大学一点声，伊佫去换别个学士去读大学，所以讲到。讲今呢，我教我下步，我人的中心，他那就是伊读册的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我人的中心。所以伊人会注意啥物呢？伊会注意迄边的经济啦，迄边的环境安怎啦，哈，迄边的天时安怎啦。所以因为迄个伊行到到迄边，就是伊的中心。所以我是问做说，今日三百安尼安怎？伊单独在条教路讲的，因为伊怎样说，伊会查无做三百的所在。所以伊中心本是倒在这边。所以，啊，看到讲讲，当人人的中心到达了，人人啊，人人放中心到耶稣基督的身顶。咱个属灵个生命，咱人就会看到讲教，毋是干呐耶稣基督，咱看到教会，咱会看同教会，哈、啊，教会啊发展是安啊，教会今仔日是安怎了？教会安怎了？教会啊，伫姊妹安怎了？咱人会去关心教会，因为咱人以教会为中心。所以咱人看到讲到上帝吩咐摩西、亚伦讲到，要求百姓个了，为色到这个回报，以上帝做一人的中心。所以今日上款的上帝，不是甲以色列百姓讲个，今日上帝本是甲咱人每一个人讲到，耶稣是咱人的中心。因为当妈人临的时啊啊，当妈说今物年的迄种时，甲咱讲讲，因为耶稣是世界的中心，咱是以耶稣为咱人的中心，咱就是谈着啥物，全世界，是不是？因为耶稣是世界的中心嘛，所以咱看到讲讲，上帝为咱人看。哈密是咱人生，啊有遮济个物件，但是哈密物件，佮是咱人个重视，下面啊拜拜阿头基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请爸天父主啊，今日早起，我人佫一道来到主你个施恩宝座前，哦主啊，我人知影到我人个人生生命个内面。主啊，我人毋是每一日每一刻拢是到伫教会中，但是主我人知影，汝是每一时每一刻拢是要甲我人同在的上帝。所以主今日，我知影当我人到这个世间的内面，主啊，世间有真啊济的物件，哦，主啊，我祈求的就是汝帮助我人。好个人虽然看到这世间内面有安尼济个物件，但是主，个人要看虾米是第一重要的，我要将迄个第一重要的放到个人的生命中，做个人生命的中心。所以主今日，个人祈求你，会使来帮助个人，到我每一日的生活中，个人的生命的内面。我人祈求你帮助我人，时常会以你为我人的中心，时常会思想
哦，主啊，你的感觉是上殊胜，主你的旨意是上殊胜，主啊，你的话语，让我人会行到主你的话的里面。所以主今日出去，我搁一道的祈求你，让我人会以你为中心的彰显，主啊，我人的生命会更加会亲近，会亲近你，会更加认识你，会更加了解。会更加行做主你的旨意，所以主今日早起，搁一道到兄弟姊妹，搁了到主你的圣手，祈求主你继续的带领生命中来带领引导伊人每一个人。所以主今日早起，当我要说话，主啊，我人也要交我人的金钱来奉献予你的点心。哦，主啊，不管是我人要予这个十分之一。噶是宣告奉献，噶是主啊，个人的安息的奉献。哦，主啊，当个人哦献乎你的点声，主啊，愿你悦纳，愿你欢喜。主啊，因为个人献起，主啊，个人的金钱，因为我人看主啊，你的教会为中心。主啊，我人看你是个人生命的中心，乃是个人献的是乎你。现在是合理的角度，所以主啊，祈求你来和遐感动遐的姊妹的心，甘心乐意的来献合主你的角度的那面。所以主啊，凡甘心乐意献合你的，主啊，你满满祝福伊人每一个人，和遐心灵体拢有主你的平安喜乐，随着让每一个人甲伊人同在。所以主满满的祝福伊人，甲伊人同在找听管的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门，阿门。主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同款的哈，咱一撮一撮的，我轮流哈，好奉献了，咱一头往这边行出去。主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上帝甲咱同在。